翅膀，陪我飞山谷，有你就幸福，那是岁月的领悟。一个温暖拥抱，满满的幸福。谢谢大家。对啊，这个呢，今天带我们家的妹妹去那个联合广场做一个 T 台秀。我觉得小朋友的话要多出入一些场合吧，也很大气。今天打扮的还是蛮漂亮的，她妈还是蛮用心的。今天早上啊，叫什么模拟偶像，搞得还蛮有气场的。今天要在这里生一个气。HYC19。灯光打得够亮了。那小朋友刚到个地方的话，他有一点心情，想走一走。我也想去哪呀？我们的情绪是我们等妈妈说什么就立刻开始。现在再登记一下，对，搞得还蛮热闹的，家长对小孩还是蛮上心的。一分钟吧。那一起进去吧。一起进去就。今天是出去玩还是特意来给他拍的？没有，我喜欢拍照，不太没什么。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，各位可爱的小朋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！来，跟老师打个招呼，早上好。好，今天有第二轮，小朋友四岁，比较小，还不懂要做什么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小朋友要上台来表演节目了，来上来，我们站在那个小红点上来。先生，准备好没有？没关系的，来，我们过来，我们四岁的小朋友，我们过来做一个摆拍，来上来好不好？来，站到前面。不愿意还没有准备好是不是？好，没有关系，我们下一批小选手在做准备啊。我们34号小朋友在稍作等待啊。35号小选手在哪里？举个手。35号，来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来，掌声给到小朋友，我们先上台来，来站到中间，站到中间的小圆点啊，小圆点，先跟老师做一个自我介绍，拿到话筒好吧？稍等来。叫什么名字？大家好，我是夏雨欣，我是莲花二中的夏雨欣。平时喜欢什么？我喜欢唱歌跳舞的。喜欢唱歌跳舞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今天给老师带来的是什么才艺？唱歌。唱歌，唱什么歌？我迷就幸福。什么？有你就幸福。有你就幸福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需要音乐伴奏吗？不需要。清唱。清唱。清唱是不是？好，我们宝贝把话筒拿近一点，来开始。我看见一棵树，看见黄昏和日出，山明间有个你，在我身边守护。多远的旅途，多少个寒暑。就觉得忙碌。
个上镜感啊，我们看一下小朋友的一个上镜感，摆开的三连拍，来，我们老师摄影师到前面，小朋友，我们来摆几个造型，平时比较喜欢的拍照的造型，比如说小花猫怎么摆？我们双手叉腰，哎，看这种镜头，看着老师这边的镜头。好，再换一个，换一个动作，哎，这个哎，这个动作非常好。好，小朋友，我们侧身拍一个侧面效果，哎，对，摆一个动作。我们腿可以一个脚可以往前颠颠一点啊，我们腿分开，哎，没错，摆一个平时比较喜欢的拍照姿势。嗯，喜欢小花朵就是。啊，我们再来一个。好，可以。那我们掌声送给我们的啊35号夏雨欣宝贝啊，夏雨欣宝贝来，欢送小朋友。